下就咁样人身攻击对方，唔怪一啲网友都话更年期嘅女人好恐怖啊！佢嘅病征咧就包括有足球冇勤力噶你，抄埋八叻嘅，足球你要匿埋一边啊！死我，足球你要自己死啊！成日都交通意外，成日有事发生，你唔死佬会做嘢，激死啊你！攞你啦，死佬！我实写去你投诉你，快啲！你冷静啲啊！我第一次警告你啊！我第二次警告你啊！这位女士好像都中了不少特征，唔通